我做过这样一个梦。在梦里，你是那个超级英雄。你有没有想过成为最优秀的学生？你给我做过梦吗？好好学习，勤奋努力，乐于助人。欢迎你加入龙队，龙队人没有不努力不流汗的。我还有一个最大的对手，就是他。最难的就是做到百折不屈，你要随时随地的迎战困难。你所刻苦练的每一个动作，他们最后都会回报你。徐南哥，我希望你成为最好的自己。我要坚持下去，我要拿到冠军。我要整个龙队一败涂地。救他们，打败黑暗。这次的大赛，一定能赢。